来宾在温山部三位离歌开始啊，会后气扬文各位四位离歌正式停车。台湾甲保留旅游泡泡要成啊，这疫情指挥中心规划五万两边拢唔免，这期间隔离也是减了。来看到哈利王子阿伯的专访出来了后，王室是声明，女王退役正解苦心。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三位制作公司中道新闻，我是柯阿文。新闻开始来看，就是咱台湾甲保留旅游泡泡伫要成啊。这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马会往两边拢唔免居家检疫个方向来聚集。啊，长期有支援保留医疗甲采检成功病院，伫表示，讲保留这两天已经伫机场伫进行动线个演练。微相片内底会当看到白流机场这两天已经开始做防疫的演练，替台湾甲白流互通旅游做准备。台湾的旅客除了按准备登机进行三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来到当地的机场，还阁做一届抗原的快速筛检，若检出来是阴性，就会当出关展开旅游的行程。目前他们还是规划用所谓的雅培的快筛试剂，做抗原的检测，那基本上它的优点是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初步去判读说是阴性或阳性。目前病例的医疗和相关采检的工作都由台湾成功病院来负责，还有一个护理人员进驻在病例，若是旅游气泡有顺利施行，四月份会加派伊护人员去支援。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表示，病例的饭店和餐厅等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做防疫的讲习，也准备好势。不过目前台湾和病例对入境采检的方式敢还要无同调。本来是有讲说要做抗原快筛，那我们是反对，抗原快筛那种伪阳性太多，那人到了场地，那有伪阳性，那整个把这个旅程都打乱了，我们要做还是要做 PCR 了。但是中共调讲，会甲别流政府持续参详互通旅游游路的部分。根据了解，别流为今年1月份开始，就开始做莫德纳新冠疫苗。那是以当地总人口数17000人来推估，按算4月底做疫苗的比率，就会当有50%，有群体的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台中这文，即马确定讲三月二五会来试验温一个月，啊，试验温这段时间，民众呐摕电子票证全部拢坐免钱，啊，四月二五正式通车。台中这文去年11月试验温期间发生了丢身登记的意外，在停止试验温109天了后，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中这搁再出发。3月25号到4月23号。将进行试营运。4月25号，中部地区第一条捷运中捷绿线将举行正式的通车营运。台中市交通局长叶兆富进一步来说明，中捷搁再上路，经过了捷运故障审查委员会6届严格把关，18台的车厢马路修改设计，其中5大面向的安全验证，有强化轴心的钢材设计。制作的热处理过程落实组装的流程，而且确定水平和堆积运动无问题，还有300公里的运转测试，以及上大负载的应力测试，拢经过关。也要求厂商严重报告、定期检查，还有连接器运转监控这3个方法。安全的部分有5大的这个安全的验证，基本上都是已经做完，而且符合哦。这在后来改善的轴心，基本上送分批两批从法国送到台湾。我们都有抽验去做破坏性检测，基本上都比我们的设计值还要再高。台中捷运董事长林智英说明，3月25号试营运上路，进行规工全时段的运转，时间表、班次和通车了完全拢相像，同时嘛加了上尾啊班12点15分的班次，来衔接高铁的旅客，民众用电子票证就用免费来坐车。那么我们从试营运开始，晚上12点15分。会加开一个班次，让夜归的市民搭乘捷运回到市区。另外，伫顶个试营运期间的登完走音以及闸门遮个问题，嘛会伫即时以及试营运期间来修改，让民众会用安心来坐车，安全上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日本福岛核灾10周年，夏东派的立委甲核测专家是真关心国内核电厂安全的问题。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表示，北部核电厂在起时，无列入去这活动的短暂的影响。啊，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是来指出，顶起核事的公道案，真有可能就是核灾公道。
手提着辣条，默哀一分钟。宽团代表、专家学者甲跨党派立委李福德协在十周年的前一天，共同出席记者会，检视国内核电厂安全。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重申，核一二四厂兴建之初，并不知影有活动的断层，后来才发现有。伊讲，即卖核电厂安全系数伤过低。安全系数它是在设定在0.4G。那现在我们现在测出来的话，台电也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去计算，它其实已经高到0.68G 了。这个核市场、核一、核二厂这种区域来讲，已经是不适合有核电的这个设施在这边。除了活动的断层影响，过去反核团体嘛对核协安全有真侪质疑，批评伊是黑白倒起来车，搁捌出现电源完全断气的全屋事件，搁有发生备案。过去反核立场明确的立委洪新汉更加讲，若要公投重启这么无安全的核事，就是要进行核灾公投。不顾过去这些千疮百孔的历史，把它给启动了，不顾安全的启动了。这将是把台湾逼近于核灾悬崖的一个公投，核四公投很可能就是一个核灾公投。核四到底够安全的？原定会无回应。不过29号立委的报告当中指出，根据法国的研究，那核电厂发生严重事故，需要开4条新台币这么高的社会成本。那发生未当控制的大规模辐射外泄，像日本福岛核灾安尼，总社会成本会更加高，到14条的台币。记者林王兴中台报报道。面对着这311大地震十周年，日本的 NHK 的大型民调，讲超过60%民众认为讲重建的进度正慢，啊，不过嘛是有人留伫个当地，按每一个月开新台币20万，照顾当地互人放生的动物，毛人对着福岛核电厂的安全之疑，一直唔敢倒转去伊的故乡。住伫个几落十个鸟人啊头前，福岛龙岗顶的居民加藤荣。甲饲料分好了，搁一碗一碗放入去人啊内。日本福岛311的地震到这个月十月满十年，因为核灾辐射影响，福岛商业村龙岗顶变作无人住的死城。原本住伫咧当地加藤荣，看到真侪民众走了，饲的鸟拢无带走留来，所以就决定要照顾这款鸟。捨てられた猫とかがいるんで、世話しなくちゃダメだから、ちょっと残るしかないんです。つら、いやでも体、自分の命の方が大事だから、みんな避難してるんだから避難してくださいって何回も言われた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の時はもう自分ではもう死ぬと思って、もう死んだら死んだでしょうがないから、もう腹を決めて、はい。この子たちと一緒に死んだらもうそれで。57岁加藤荣原本是一间小型建筑企业的头家，伫咧福岛协助拆废弃的厝时阵，发现一挂被放杀或者是死去的天文，所以就决定要留来照顾一挂天文。这么伊收养41只鸟，是伫咧伊的厝内甲仓库。人間、困ってれば、生活保護でも何でもこう社会が面倒見てくれ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この子たちは本当に困っても。誰か面倒見てくれなかったら、もうこの子たち死んじゃうんで。同款因为火山原因，到即马还阁唔敢返去住，是好多商业顶的居民。伫十年来，常常有闲就返来提早就知。每一遍返来遮，拢爱穿防护衫，才敢挖滚家己的厝。看到旧厝的厝顶已经早期崩一半，厝内涂骹发滴啊，已经烫过客厅的厝顶。私もやっぱりもう70になるのでね。ここに住むというのは無理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ね。インフラがない、買い物ができない、病院がないっていうと住めない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想像はしますね。67岁提早就知，本来是伫咧种树。十年前核灾发生了，规个火也搬到东京附近的郊区伫咧种菜。伊认为日本甲福岛的重建当作东岸民族复兴象征，鼓励居民登起大。也毋过对基础建设。加核岛核一厂的废炉工程处理正慢，再加上之前福岛外海发生规模7.3的地震，予民众心内惊惊，唔敢返去。虽然提早就知规家伙啊，拢希望会当返到故乡生活，也毋过一直到3年前，伊翁婿因为癌症过身，核电厂的废炉问题依然无解决，伊只好是三不五时啊，摕着因翁的相片返去老厝看卖咧。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来看到检方在侦办中国的这比特大陆这间公司涉嫌
暗看家己是中主的身份，偷偷在台湾成立了解自新加新岛两间公司，用关心属于乌兰台湾的研究人才张启超，我那一个他们公司的负责人进来翻点搞不。古南面学堂约谈的负责人面对镜头，拢无讲过检调来调查发现，设计这比特币控的这晶片公司比特大陆这间公司是透过因的子公司伫台湾成立，自信甲新到三年来已经伫台湾的科技界挖超过200人。根据了解，学堂挖的公司包括着这联发科这大厂，即马联发。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无经过许可，就伫台湾做业务的相关罪嫌来侦办。今天是什么事情来这边做？中国去年四月初，哎，宣布讲暂停开放新的留学生来台湾读册。啊，只有开放资本在台湾都读册的人会当继续读。啊，留学生人数过来统计，这二零年这硕士甲博士班1500名额，只有这500多人注册，那是台湾开放留学生以来人上少一年。考虑防疫两年。境外学卫生，去年才分配入境，旧城内旧城最后才放开放，有人休学，有人弃学，也有人决定回台。关键之一就是，旧城了后恐惊成历史。慢慢的，两岸之间的来往只会越来越少，然后最后可能以后都很难再有大陆人就到台湾。然后我自己想说，是真的以后应该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再到台湾看一下了。去年四月初，中国一声下令，只开放原本在台就读学士甲硕士班的留学生上读高等院的学位。留学生研究会统计，2020年博士班1500个名额，721人报名，注册576人，比2019年3359人少2700多人，比2011年头一摆开放928人也较少，创新低。明传大学主笔范中元讲，留学生来台减少，也伫台湾的留学生尤原是招生主力。这几年招生国际化，加上台湾防疫有成效，境外生无减少。马来西亚那个海青班的学生啊，他们两年念完了之后啊，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去也很麻烦。所以他就继续念，就收到这种回流，差不多有100个。争取新南向国家学生，范中元讲，去年港学生也大大增加。根据统计，2020年有4097名港生报名台湾的大学，拢总有2920人注册入学，比2019年成长2.01倍。上课网站大项目更加有趣，今年港生来台报考有希望突破100人。来自香港的流量比去年同期至少成长2到3倍，港生的个人申请也是增加2倍。留学生注册创新低，不是一天造成。魏家辉观察，各大学国际化招生这几年，加之不列颠、在印度等国家也有收获，都是爱分散风险，降低对台湾高教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学生囡仔坐公车，即马新北市有家长指控，讲啊，进前有学生囡仔坐车去学校的路途，和当地里长要求要提早落车行路去学校。针对着这个代志，今仔里长出面回实的，强调讲拢是用口劝的，啊，这学校有含。这学生讲，里长已经有回实的呀，啊，有哪有提醒学生，那真正无爱，唔免配合。有家长伫咧网络发文。讲伊囡仔进前坐23线公车要去学校时阵，还未到站，就予当地里长要求落车，行路去学校。讲里长为着里面的方便，无顾学生的权益。代志传出了，引发议论。被指控的里长也出面澄清，化冤枉。我并不是有赶他们下车，我是拜托。那他们有下车之后，我一直跟他们说声谢谢，谢谢，谢谢。好，这样我就可以解决。好，就是说他们。在上班7点半之前没办法上车的一个情况。家里表示道歉，李长讲有里面反映讲，上下班的时间人真多，公车班次过少，才建议学生会当提早一站落车，解决上下班时间人多情形。严格伊强调是可靠的，无强制要求。是说有人劝导他们下车了，大概就是跟学生说不必强制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尊重个人的意愿。里长早上有来跟我们学校致歉，说这样的状况造成学校这边困扰，请我们能够见谅。另外，学校也证实有接到学生的反映，已经甲学生讲唔免强制家己配合要求。同时，新北的交通局接到报案了，也已经通知客运业者加开班次，来解决上下班时间坐车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第一次三万五杀出这清创贷款的补助有4000万，会当提供申请。这消息出来，青年局去问的电话真正是接不了啊，有那好一挂黄牛业者都伫啊碰风拍广告，讲会当啊赶紧到三工申请，真紧就通过，啊不过爱付三成做手续费。啊，即马青年局是提醒，讲申请是有专人到三工的，千万唔通互因怪伊，这免另外阁付钱。因为最近青年贷款的申请和补助是非常的踊跃，民众是亲身走一抓市府。青年局最近逐天接到上少50通的申办电话，甚至出现有人想要骗民众申请的补助款。伫面册也是其他的社群铺着广告的文章，讲只要找伊代办，合法的补助金额会当提悬，也会当加紧的速度。有人是嫌怕哄骗。像我们这种刚回来高雄，刚刚想要去创业的人来说，会觉得说非常的痛心，怎么会有这种类似像黄牛的那种概念啊？说的20万来说好了，三成是30%呢，不是3%呢？对啊，是直接抽6万走了呢。青年局统计，最近两礼拜卡来查证到代办的电话已经有10几通，提醒民众卖伫个资讯无对等的状况之下，哄骗去。政府提供到贷款也是补助，拢有专门的人负责，袂另外来收钱，嘛绝对无甲其他的业者来合作。贷款或是说是刚才提到的是补助，好，不管是清创也好，或是政府相关的任何的部门，我们的委办，好，绝对没有这回事。那受理的单位绝对就是直接找我们政府单位。嗯，我有听我朋友说过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大可不必耶，因为其实我可以直接就是本人来青年局申办这个贷款，然后他们就能够给我很充分很专业的咨询，所以我认为是根本不需要。市府在2月底撒出这个补助4000万的青创基金，提供给20岁到45岁的创业青年，上悬300万唔免利息，也是讲20万营业场所的租金甲装修的补助。因为无限制的性别，啊，佮有创业的类别，申请的手续嘛真简单，因此真侪人拢有意愿，所以嘛，互黄牛有机会当认证。青年局除了一再澄清，嘛要排除要通报的司法机关，互相关单位来协助调查。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柯正准各样报道。这敢是另外一种这疫苗的护照嘞？中国即马在杀这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的 App， 共产党是讲这检测结果啊，敢有注这疫苗，买张印出来后，这各国也来验证。咱的指挥中心是回应讲，国际旅游会有这这标准，买针对各种的状况进行研究。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码国际互认倡议，推出中国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中国讲推动世界经济合作和跨境人员来往便利设备，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照 App， 强调中国版的疫苗护照显示持有人的核酸血清 IgG 抗体检测结果，主疫苗情况等信息。对中国首批甲各国建立健康码信息互认机制，台湾今次采纳引起讨论。国际的旅游协会的 IATA 他们也有另外一套标准。那现在中国这边也很有企图心的，有推出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标准哦。那台湾的部分，我们当然都会在针对目前的各项标准都来做研究了。中间将强调台湾会针对各项标准进行研究出发，香港开放做疫苗，新增教师、司机、餐厅、员工等7大族群，有药主科兴合必泰疫苗，也不过两款疫苗陆续传出不良反应。科兴疫苗已经出现第三件死亡个案，合必泰也出现注射了后无爽快情形，以及香港人患了疫苗安全性。喺未有足够第三期数据，不论你系咩疫苗，阿斯利康好，科兴好，都應該要停止那個群組的接種，直到是收回足夠數據先做。後看看就是譬如你整體上來講，疫苗的接種那個效益是否是大於風險，就是這一樣東西就是那個判斷那個的原則。香港人關注疫苗的副作用個案死亡，也反映在注射率。港府說疫苗注射率有初期的超過90%就不夠70%，香港民主黨認為不應該安排中者注科興疫苗。英国港府强调，会检视个案甲疫苗的关联性。港府采备案，推是封锁尖沙咀的大楼，强制检测500人，并无发现确诊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的，就是日本的三一大地震未完结上演这件代志，要来感谢台湾啊，同时是有捐款协助这日本重建啊，日台交流协会有来举办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有音乐会，也有奈良美智的特展。
主要就是讲日本绝对袂给你台湾的温情。日本三一的地震就要改版十周年，台湾迄当阵为着要协助日本赈灾，捐超过70亿台币，为了要向台湾各界表达感谢，展现大力的友谊，日台交流协会由文化部加中华文化总会协助，随即开始伫台北市华山基本地区办纪念特展。我们就绝对不会忘记，日本最黑暗的时候，台湾伸过来的温暖手。台湾的行动告诉全世界，纯粹的善意是比任何强大力量还要强大。日台交流协会代表全玉泰讲，绝对袂忘记台湾的温情。日本东北观光推进机构也透过影片代表东北向台湾的民众说多谢，希望疫情过了后，会当甲台湾有更加进一步的交流。现场也邀请三一的迄当阵去东北斗三江的台湾搜救队的代表，甲来台湾的日本留学生分享经验。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台湾甲日本有特别的感情，也是伫咧困难的时阵互相斗三江的友好关系。当有国家不合理的抵制台湾水果的时候，日本民众马上涌进超市，用日币把这些台湾水果下架。这些暖心的动作，都让台湾人民深深的记在心中，也彰显了台日之间相互扶持的友好关系。日台交流协会规划一系列的日台友情活动，拜六由音乐会起集，加奈良美智的特点，知名乐团灭火器。过去也捌去日本东北拍因歌曲的 MV， 为日本人加油。李祖玛也创作全新的纪念单曲，展现日台之间的友好情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文化部委托中央社执行的国际影音平台争夺计划月底要到期，文化部长李应德近来表示，今年10月的国际影音平台采取限制性的招标，会邀请公司，请公司照着期待来提案，交由审查委员会审查决定。六个机构的高层人一直无补，知影党立委用媒体标题“文化部高官大头毛”，想要问文化部长李永德发生什么代志？伊讲就是有人退休，有人死头路，拢按定数补人。尊敬是李进辉走煞最后的定数就会上任。新任的文化部政务次长由故宫的副院长来担任哦，会不会就是为了要整并故宫，成为文化部辖下的一个这个机关？这完全没有关系，我可以100%保证。他本身过去也曾经在文建会待过，所以对文化行政是非常熟悉的。澄清李进辉接近处甲故宫的整并完全无关系。李永德嘛讲，其他的区伫咧四月会有备选就任。和媒体问到一年10亿的国际影音平台会用什么方式来招标，李永德讲，内部伫咧法律是用限制性招标，确定会发文公司邀请。公共电视，他董事会通过这个没有？其实他愿意承担这样一个国家的责任哦。那么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欢迎呐，所以我们先邀请他。那么因为这个部分如果公开招标的话，的确会造成未来的问题啊，就是说。包括就是说，今年如果是这一家，明年招标以后不是同一家，那变成经验没有办法累积了。利用的解说用限制性招标，不是公开招标，是避免经验无法度累积，而且为着避免引来政府干预媒体批评，而且公共电视提案的时阵嘛提出这部公约，那是公司摕到主导权，希望会当甲中央社、甲央广合作，发挥各自的专长，组成国家队向国际发声。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在第一次美国国旗纳斯达克来跳馆，我那鼓励亚洲国旗开馆，差半一只跳空开馆，啊，收复高利线，盘中相关来个15,986点，但是连600块搁扣回来，盘中伫只变作是这599块在震动，啊，传统产业甲金融继续在动盘，分析师表示受到国际国旗有震动影响，但国出现多空，雷股轮动正紧，短期要操作的困难度有较悬。在这方面的消息来看，就是在台湾55年，一世人拢奉献给华人玉立天主堂的
这个幸福老一方。讲要来照顾弱势的这民众，去年有成立一间饲鸡场卖鸡卵，啊，不过最近啊，鸡卵煞予台北一间这胡伦虾改放杀一张单2000多粒的鸡卵片啦。好佳哉，这消息出来了，华人民众随家这鸡卵白了了。这是老一方媳妇在玉里的饲鸡场，浙江当地检查鸡母敢有生卵，这卖卵的钱全部拢是要摕来照顾安德教养院内底弱势的人。有一张注文2500粒鸡卵的订单，不过前几天给台北一间胡伦虾走单，浙江是真着急。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会弃单这样的状况？我真的不清楚，是不清楚。要呼吁大家可以尽量把这样的机会降低。因为神父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很辛苦。刚才走动的消息传出来了后，花莲县政府和花莲市公所等等的单位拢打电话来助文，2500粒的鸡卵真紧就卖了，甚至还佫有提早助文的，何神父是真感动。我们花莲人真的很有爱心，昨天看到消息一出来，马上鸡蛋就卖光光。我们一天大概会有250颗左右，那原则上大概一天到两天之内就会全部通通都卖掉。目前预购应该已经到下个礼拜了吧？下个礼拜。胡伦虾的社群网站开始出现济济网友批评，讲因都爱替因走动的行为出来回击的。不过老一方神父是呼吁大家唔通去接任何的人。台湾人真的很慷慨，就到我们这边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在半天的时间就全部都卖光了。台湾人真的赞的。老一方神父伫咧法国巴黎出世，1966年来台湾服务到今，2017年摕到中华民国的身份。伫咧花莲玉里开安德克地中心，即个农场生产的鸡卵白钱，都是要用来照顾身心障碍的人，提供因工作机会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新北市有来的信田经济陈主席，好，是这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东方的妈妈，在26年前创办的，是咱台湾式教学的这个头先的辛苦，一挂这个先辈，现在这个校地的作业要到期，当地部落的民众希望讲土地是不是要收回来，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讲希望学校会当继续办。学生囡仔伫个校园内底佚佗，体育课搁直接予学生囡仔骑脚踏车。伫新北市湖内区山谷当中的信恒政治亲子实验小学，26年前由行政院政委邓鸿的妈妈李亚青创办，是台湾实验教育先驱，上大特色就是予囡仔自主学习。可以选自己想。对，那你可以其他全部都不要上，但就是会有点太无聊。但是作业得要到期，恐怕面临关校或者是选校的难题，因为当地泰雅族信恒部落的居民向新北市政府反映，希望收回伫个族人传统领域的校地，改做原住民文化园区，增加族人就业机会。经过部落会议决议里面啊，希望把这个校地收回，然后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原住民泰雅文化园区。现在实际住在这边还不到100个，都外流。因为没有就业机会，要生活啊。可能要再更主动再去邀请当地的小孩来这里就读之外，也希望说，因为他也在一个这个自然环境里，他有没有可能这个校园有更多，比如说跟泰雅部落合作的可能性，然后以及跟生态合作的可能性，这也是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逐步学习多一点连结的。校长表示，过去较无甲社区活动，即摆也带学生熟悉泰雅部落，希望甲当地有更加侪连接接触空间。求教育局以及学校要做好沟通跟协调，让这样一个种子学校能够继续成长跟茁壮。这些努力，我们希望大家更紧密，让学校跟社区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上不断地往前走。新北市教育局指出，按算作业到期了后，会办理公开招租，确实小学会继续租，以协助学校争取地方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去年对着旅游业有释出这个薪水的补助，在游览车这部分有补贴每一个月薪水10000元。不过，然后游览车运奖在道讲，资本的薪水是2万4，补贴了后，这薪水嘛是搁2万4。怀疑讲这钱公司是不是吞去？不过公司有哪有话要讲？补给下游览车司机道讲，私吞补助的当然旅游记者出面澄清。讲去年交通部对游览车的驾驶人发出一个月新台币10000元的薪资补贴，规定业者不应该减薪或者是裁员才能申请。不过交通部并无强制规定补助使用的形式，因为疫情无订单，另外群拢爱顾，
所有业者提政府的补贴、基补贴，所有人的薪水，讲并无私吞。补拨到公司来，是希望公司的营运能够正常。那我们顾的不是说只有顾偏颇在某一些员工，而是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财务的状况。那我们内勤的可以不领薪水吗？不可能，因为内勤是每天都要来上班，他还领底薪。驾驶是可以不用来上班，还领底薪。业者发烦恼，认为游览车伫咧旧年无盈利，已经尽量维持驾驶员的底薪无减薪。不过投诉的司机不满的是，过去薪水内面原本两万四是底薪，交通部补助了，薪水应该变作三万四。不过业者作假底薪变作万四，国家一万的补贴，等于是底薪被减少。交通部回应讲，因为游览车的形态较复杂，有的是外行的，专用个案来认定。有些是自己的车嘛，对，有些是靠车行嘛，所以他的情况那个个案要去了解，到底业主跟司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是觉得也很难呐、就是说如果说很难，客运公司倒了，对，那这个受雇者也没工作嘛。对这个个案，游览车主管机关公路总局讲，业者本来是基本工资，只要符合劳动主管机关的认定。驾驶人若是有疑虑，会当对劳动主管机关提出救济。记者综合报道。海啸大公道人数已经超过61万分。桃园市长陈文灿伫面册讲，即海啸大有哪点名新北市的副会反对三折设置的台北港，啊，强调讲会对着即海啸大降价影响。啊，不过环保团体是支持政府也搁在拖。透早邮便书，搁加一箱一箱的连书书载来，即工嘛无用咧拆开整理只连书书。伫咱海草搭公道连书冲破60万分，到初九为止，已经有613476分。目前也是有热情的民众一直甲连书书送来。当然希望说那个7600年的藻礁能够继续保存下来，不要破坏，不要被破坏掉啊！大家只要一听到就是。要填联署书，他们就说好，我也要一份，我也要一份。联署据点今天也会是最后一天的联署日，那我们预估啦，大概明天到后天可能还有一波会有比较大量的邮件进来。桃园市长陈文灿除了伫个人面册写要2000字来谈论海草搭，嘛讲新北市府会反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建设伫个台北港。另外，嘛讲伊上任了后，保护海草搭真正的政策。强调飞鹤家园已经走到上尾一步，这是叮当的选择，会尽力把对海草搭的影响降到最低。不管是保育藻礁，或者是飞鹤减煤，都是出自于爱护台湾、珍惜环境哦这一颗良善的心。那这两种价值不应该是零和游戏，也不应该是互相对立。我认为还是敷衍的态度，他一直想回避他应该保育的责任。大潭藻礁的保育，如果不是他一开始无心保育，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花中正话是讲了真重，嘛强调讲，这个环保公民教育海草搭的议题，已经伫咧民众心肝来发酵。民众希望保育海草搭，不过政府需要伫咧拖沙会提责任。花中正表示，18进前会甲林叔叔送去中选会，公投成案了后，欢迎政府开听证会，甲问题公开好好啊讨论甲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界民众来指控，讲顶礼拜有上百台的吉普车伫落水溪床来回，严重破坏着生态。啊，活动虽然是即民间协会合法申请，啊，不过这期是结婚人真正佚佗。部落主权，守护部落主权。几日在南投县仁爱乡埔界部落的居民，伫咧溪底来求白布条，看到要守护部落的主权，抗议越野吉普车、机车走入要落水溪床，举办越野吉普车宴会的活动，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居民这边是借着训练的名义来佚佗，要求河川局以后袂使搁再核准安尼宴会活动。不是按照所申请的什么训练这个申请的内容出来以后，原来结果真的是非常的糟蹋，糟蹋我们整个部落我们非常生气这个月6号到7号两天，居民摄到一台接到一台吉普车伫咧溪底咧走，地点就伫咧落水溪一线天下游，到新营乡交界卡下溪的溪底，居民发现有真侪细只鱼啊被搞死，破坏当地生态。亚运活动是由中华民国越野吉普车运动协会举办。
协会强调，这是向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申请的合法活动，甲协会嘛澄清，养分是为了提升救援的技术，活动嘛无超过申请的内容。不过第四河川局会来进行现地会勘，厘清状况。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办，所有忽略掉当初跟消防局、跟警察局、跟这个电力公司，而且他们村民里面也有派代表来，我们都有去现场勘查。我们还会跟他们到现场去现勘，看他们有没有造成什么损坏，或那如果地方在现场，然后提出来的这些市政，然后他们没办法说明的话，可能就是就保证金的那个退还的部分，可能就会以后。第四河川局表示，以用申请养分也是水域救援分的单位相当的多，有民间、嘛有公家单位，标准甲规范拢同款。拄到居民抗议是第一届，未来对相关的训练活动是毋是符合原申请的内容，会更加来注意。记者南投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晚上大孤单有这公安意外，这是天啊意外落来，共派时间为例啊，好加在无造成伤亡。议员是表讲台北市政府无掌握状况，啊，市政府表示讲已经要求晚上爱停工。嘉多开始进行钢筋吊挂作业，却突然发生意外，原本白做会钢筋未悬的所在冷气。共害风雨为敌，即个画面全乎路边的行车记录器拍到。当地时间的大孤单，初次在去传出公安事故，好佳在当时无人车经过，无造成伤亡。也毋过市机关积极，台北市政府无伫第一时间掌握相关信息。那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看当下好像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当下周边那个刹那是没有人的，他们就会觉得那没关系哈，装没事。可是这其实是罔顾了我们市民朋友的生命安全。接到非常的遗憾哈，因为公共安全是唯一最重视的目的哈。他们认为那个是他的下游厂商在施工，所以远雄也表示不清楚。可是我们要求他立即要查明哦。北市护工远雄不未清楚公安意外。目前已经要求停工全面停产，也毋过机关积极大孤单一直突袭，市府无尽到监督责任，应该随调查处案。阮雄发声明指出，钢筋大概所在伫工区内，部分挂伫施工会地上，并且超出工区的范围，违处会失礼。佮针对事故救责，特别是对外问题认为，只要出问题，就先停工。公安还是重要嘛，啊，有错就一定要，你要出现公安问题，就是要检讨啊，一定要停工，调查清楚，改进事项所，再复工嘛，就是按照 SOP 走就好了。这件公安事故也曝出北市府无针对大孤单的施工日子，详细勘查。对此，北市府回应，因为契约无要求阮乡特工上施工日子，将会要求建管处查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淡江大厦的宿舍起火啊，啊有学生认为讲生活环境真好，啊，不过有哪有人认为四人房诶，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都要租金6000块，不如去挂外口的小套房。努力的剪彩仪式为淡江大厦新起火的上到四馆加上到五馆献上祝福。学校内边的学生大概24000人，宿舍比例伫咧12%到13%之间。过去学校想尽办法要增加宿舍的比例，也毋过困难真多。即便是开1亿2000万，自原本的高级员宿舍进行改装，总共增加260个床位。最近3年一直在寻求，在我们校外附近看看有没有整栋可以跟他签约把它租下来的，都是没有办法达成啊。所以我们想，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学生宿舍的比例增加？要入去，要透过人民辨识系统。内面的装潢拢是用彩，建造出温馨的气氛。学生正好奇，伫咧看每一种房型加共用空间。宿舍自3月初8开始试营运，开放予人申请去体验。已经提前大力给学生感觉正满意。也过有学生认为，四人房每一个人一个月租金按6000。不如去外口租小套房，空间更加大。最大的落差的话，就是厕所跟厨房，对，还有那个公共空间。因为通常公共空间的话，在原本的民宿的话，比较不会去使用。以学校现在这样子6000-7000块，其实去外面可以住小套房，可以住更好的，所以可能学校要想办法改善，不然这样子大家会很吃亏。像上道馆女宿舍一学期要1万2300，上道四馆加五馆一个月6000。绩效是有差，
严国校长讲，租金偌济，伫咧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代表拢有参加，也会当接受，认为这已经是正实在绩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个桃园古山中义路的山顶，讲有一个大龙头挂伫山壁顶冠，变作另外一种景点。这其实已经是澎湖真侪年景观公司的主景，即马景观处已经安排拆除。远的所在有一只嘴巴甲开开开，伸着脚脚的大龙头，就安尼渐起伫山内，有路过民众发现惊一跳，当地附近的民众在景观时啊，也毋过有民众为了要抓住龙的视线，伫门口种树啊。当时我就要挡迄条龙啊，龙看到咱就迄落，身体会感觉刺刺的。哦，就这样挡着就好了。车子都是这样来往的，比较不会注意上面。只是说有人到这边店里面或什么的，那边怎么出现一条好像龙不像龙的样子？唔闹龙，也个互相加入靠所在的恐龙，这是废弃几啊年的景观公司。桃园市政府建管处表示，104年已经确定是违建，目前正在安排拆除。这个违建，它是在104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做查处，然后去查处的当下，根据照片是它当时就已经存在，然后已经荒废在那边。另外，当年啊，为安怎违建也未拆，建管处表示，拆除工作优先配合中央农地政策。105年5月20日以后时间中的列为优先拆除对象，收到举报随拆除，已经存在违建是先拆管，然后依次拆除。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